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负责解说的狂小姐，欢迎收看本周的狂新闻。啊，不对，是善化高中科学宅急便高三第一组史莱姆咖喱。要准备的材料有胶水、金宝冲洗液、含硼砂成分、小苏打粉、广告颜料、竹筷、塑胶杯。开始制作史莱姆，先将胶水倒入塑胶杯中。本次实验胶水15公克，小苏打粉1公克。将小苏打粉加入胶水中，用竹筷搅拌均匀。哦，对了，小苏打粉不可以加太多，因为它只是辅助。加太多的话，史莱姆会太湿，有 87% 几率失败。接着加入含有硼砂成分的金宝冲洗液，胶水与冲洗液的比例约2:1。接着继续搅拌，直到史莱姆附着在竹筷上。实验原理是利用胶水的主要成分聚乙烯醇 PVA 和硼砂之间产生氢键的反应，使原本的聚乙烯醇 PVA 分子之间拉得更紧，最后紧密缩成一团，可以用手来改变它的形状，也可以用颜料让史莱姆染色哦，但要记得在加入冲洗液前先调色。好啦，不打扰你欣赏影片了，我先去喝个水。片尾彩蛋哦，没有片尾，你们相当结束，知道啊？就决定是你了，坦克，个人造业，个人担。